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米娅。今天呢，继续带大家在尔湾看房子。我们现在在 Potty 小区，那在我身后呢是这个小区的二号户型 2X。那这套户型呢，尺寸为2900尺，为4房5卫双车库。那跟我一起去里面看一下吧。柜子的设计上有一个特别之处，就是它在原有的柜子上面加了一个透明玻璃的小柜子，在视觉上呢更加增加了美观的效果。平时坐在这边赏赏阳光，聊聊天。那在另一边的小院子呢，配有流水，还有非常有意境的彩灯。在进门右手边呢，有一整套的卧室哦，跟我去看一下吧。3个房间，包括主卧和2个次卧，每一个房间都有它自用的全套卫浴哦，可以参观一下。
三楼看一下吧。那么这边的三层有了一个全套的卫浴加阳台哦，所以这边加上门完完全全可以作为一个整套的卧室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小区的二号户型，那这边这种户型的占地呢，大概是3200尺到3800尺之间，那么居住面积呢为2900尺。这边呢是四个卧室、五个洗手间的设计，三层双车库。那么这边的 HOA 物业管理费哦为215块钱每个月，这边的城建税呢大概是7700块钱，所以加上正常的地税，你的地税率呢大概是1.8%左右。如果订房的话需要25000的押金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快点联系我喽。我是 Nina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给我点个赞、订阅、转发、加评论哦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